OK， 又发现一个功能了，它就是有一个 B 快门的计时器功能，但是它有一个限制，就是你只能最慢慢到900秒，900秒大概是65分钟嘛。对啊， 15 分钟。又发现一个问，又发现另外一个，就是它里面有内建 B 快门的计时器，很棒。但是它最慢有一个限制，只能拍到900秒，就是15分钟。像是我都会拍摄一些超级半个小时啊之类的长时间曝光功能，这个就很可惜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局限一个15分钟的曝光计时器呢？我希望可以再更长一点，因为我家那个15档超级黑的减光镜，我要拍摄真的是长时间的移动，应该是要让我们能射多久就射多久啦，这900秒有点局限，